他们都没有动过。是，啊，他多。政府的衣服回来过呢。
了了拍拼奋斗人生，安尼吼，安尼创造，那会当得着吼。啊，若讲着咱这道，一贯道吼，搁伫咧啊大陆吼，算因为讲吼发生迄个吼国共战争嘛吼，啊，咱台湾是拄啊呾统一了无偌久，拄好二二八事件了无偌久啦吼，咱个好老先人吼，对即个大陆吼。啊，当来到上海的吼，从迄个北部来到上海，啊，再过来到咱台湾吼，到嘉南了后，咱搁坐即个台铁的吼，铁路，啊来到即个做李鸿平吼，啊，咱的台南，咱的下啊西东边了李鸿平，咱知影吼，六甲迄个李鸿平，吼，讲看到这地名，感觉讲李鸿吼足好安尼，啊，所以哦。落车要渡永延亭啊吼，所以吼，咱会发展出有迄个六甲单位吼。以前咱若讲迄个单大单尖吼，迄个衣带迄个带的吼，吼皮带迄个带吼带状那个带的吼，单尖亭的吼，迄六甲单位的吼，咱有尖亭吼，就是迄六甲单位吼。啊，咱安尼甲了解吼，后面呐去。吼、哦，台南人讲嘛，意外街啊，真爱街啊，我歹印象，那是嘛意外街嘛，那是伫迄个春阳潭啊吼，啊后来复兴就是伫迄个高雄湖面乡，迄个叫南兴，迄个叫南兴道场啦，吼，迄湖面乡叫春阳圣道院吼，春阳圣德院吼，啊这是咱大概了解讲吼，即个咱演变吼，啊咱吼咱道场做注重讲。哎哈，六祖八经哦，咱咧中国个出家咯吼，讲会当有经典哦，列入即个经吼，三藏经论嘛吼，经理论吼，啊即经照讲应该是佛讲个话啦吼，啊其实真个讲着做开悟个啦吼，开悟个人讲个嘛是啊经啊吼，啊咱若了解即个佛经三藏经论。佛陀制定个戒律吼，啊论就是迄、那个啊佛陀个弟子嘛吼，有大菩萨啊，有十大弟子吼，啊咧解说佛陀讲个经吼，啊咱变成迄个论啦吼。哦，啊若讲到六祖大经，咱知影六祖是地藏宝分转世吼，地藏宝分个无简单咯吼。啊若照经个咧讲吼，佛法个。印象就是安尼讲，佛陀要涅槃，要离开世间进前，只要讲佛陀有神通广大，嘛有法度卖涅槃啊吼。啊，毋过是安尼，太毋过是要涅槃，讲了是因为众生想害胎啊，众生想害胎，有够害胎啊。讲若无涅槃吼，众生咱无可能无重视啊吼，啊无要认真下功啊。唔知影珍惜，唔知影珍贵，唔知影宝贵。照讲，咱像咱这道场，嘛有稳，嘛有险啊吼。也无简单，有迄个三座普渡吼。啊，若知道嘞，无道嘞吼，啊，无机会通得到安尼吼。所以咱把握了吼，迄珍惜了吼。诶，一个好时机，拢要把握了吼。啊，这呢？知影讲了做佛陀要涅槃了后，要涅槃啊！安尼大地众生遐尔济啊，越多安尼是变哪落？佛陀嘛做流流的吼，做安落？佛陀要救度众生呀吼！啊，毋过你无缘无事无关无法度吼。天父虽讲不仁，不尊尊尊尊的尊啦吼，无根之错啦吼，哎。佛门虽讲了吼，哎，咱多无缘之人了吼，天路虽大了吼，虽大了吼，足大了吼，落雨落啊足大吼，不润了吼，最不润的润了吼，无根之草了，无根啊，无根，根哦，草根的根哦，哦，所以讲咱讲下到有迄个，哦，有阻力啊，啊有机缘，有啥？根基啊吼，根基深厚啦吼，可能阻着啊根基吼，拢好呾有机会得到呢吼。
啊，若搁照即电视讲，但先咧讲啊，讲咱有只有三世，哪有可能那个求道呢？吼，诶，啊会到大个就感觉吼，讲五世吼，啊，啊若七世是安那？七世是啊呐，会参加分同个，会参加分同个班呐，听道理个，讲好修，修五世啦吼，啊呐，修七世是讲。会带离分同个啦吼，迄可能出出世出世吼，讲胎离数啦吼，吼出世就带离个有些分同个吼，哦，无简单个吼，修七世个带离个分同，啊呐是要清靠许修几世，吼清靠爱修十世哦，吼很侪个，咱拢讲清靠以上吼，哦。要做人才个，要做工师啦，吼，要设分堂啦，吼，哦，还讲来有清口呢，吼，啊，清口入关个呢，有入关个，对唔？修七，修十世哦，吼，修十世个清口。啊，照讲伊早吼，爱做苦修个，哪有法度人要得道吼？讲做先得之后修吼，所以伊早咧讲讲，讲个做。千里风明书，那万里求考官。啊，咱拄啊学六祖坛经，啊，啊，咱着发现讲哦，六祖吼，行诶，迄毋是讲千里哦，是一千外公里呢。啊，毋是讲千里哦，是一千多公里哦，哦，公里呢比那个里还要长呢，哦。哦，啊！以前吼，咱也是看觅，若做咧新事，遐个那是，遐个那吼是艰苦吼。哎，安尼生活遐困苦个，当然要去方便处，无遐侪钱啦吼，要坐车无可能啦，要车无可能啦吼，要坐船来嘛，迄伊迄个路线较毋免坐船啦吼。照讲。那读个书，读个啥物运河个吼，吼，遐个印象，遐个可能是，可能是吼，袂无无行迄个路线，可能无合吼。迄个路线可能拢是用行个较济个吼。咱若想吼，对迄个广东省要上北去哩吼，爱过迄个武陵啊吼，岭南迄个武陵啊，啊，搁上北去哩到江西省江西。啊，去上北去哩吼，也到迄个湖北省，哦，啊，咱哦以前咧听人讲叫做江湖一点诀，哦，啊，讲讲破毋值钱，哦，啊，江湖是咧讲江西省，啊，湖南省，来讲一下讲江西省、湖南省，哦，哦。你若看讲江湖一点关哦，风化唔值钱哦，要看即个话要先破四双金条个哦，话要先破金条，啊无吼，只要讲伊个，哎，发大哦，发大，发大嘴哦，啊只只有一个凹凹成那个哦 W 个吼，即个话是讲话要先破个哦，看。太夸张了吼！咱也是来看卖吼，迄个湖南省那个湖北省的吼，鄱阳湖啦、洞庭湖啦，啊，江西省的吼，啊，湖南省的吼，早干我就是这长江以南，江西省的湖南省，啊，那湖北省来个距离到长江北岸的。哦，长江北岸的，哦，我看我辛苦的，千里风明书啊，万里又靠关。江西的南边又是哪一省？江西南边是哪一省？它右边呢是这，它右边呢是福建嘛，哦，它左边呢是啥？它左边呢，它。它靠海嘛，吼，靠海就福建省，它比较里面的，比较里面的是广东省的吼，
安那想看呢？啊，六祖的吼，迄、這个故乡就是广州附近的广州啦，广州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吼、哦。啊，即摆要上到要去到乌龟山，吼、哦，而且这有一个汗水吼，佫、哦、有一个支流汗水，啊，要去找一个，因为吼，啊，迄地点也袂当足准确，像迄故宫地图安尼，迄个准确无。我要去找到迄个乌龟，哦，东小西。哦，要找迄个民俗祭典，吼、哦，哦，这一条路都用行的啊，哦，敢若有迄个死路都无简单啊，愿意吃这个苦无？哦，哦，哦，是不是啊？但不管你吃迄个苦，敢有法度？去行起这个可能去倒转来，我唔怕的，哦，行行迄个高位啊，哦。千里风明书，万里求靠岸。哦，啊，足无简单嘞！去到湖北东禅寺哦，拄着五祖弘忍大师安尼，足无简单嘞吼、哦。啊，毋过五祖甲讲呢，这是叫做吉兆啦，容易靠作福啦吼。啊，哎呦，这是变哪落？哦，家境着恁歹啊，散气啊吼。啊，无机会，咱去受教育嘛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啊，真卡人靠迄个种测茶吼，啊卖茶，哦，啊送去到迄个客店，哦，啊等下得着一寡钱，哦，啊摕着钱了，要倒转去啊，出去问，哦，出去问有啊，哦，听着人咧念金刚经，哦，啊个迄种啊地位哦，足大个啦，哦，啊袂歹。听到迄个金刚经的故道啊，吼，讲会有感应吼。一般的人，咱听人咧讲话，若有迄个感应，可能就是对这部分较有了解啦，吼。吼，听人咧讲啥，就会有咧注意到，有了解，有兴趣啊，安尼变可能吼，迄个有迄种的智慧吼，还是讲过去世有修的吼。啊，咱若是吼，若做伊地藏。菩萨吼，地藏高分吼，地藏高分的转世吼，哦，为了救众生的吼，迄个当然根基足深的吼，对于金刚经的吼，迄根基的吼，一问就开悟吼。照讲吼，咱若讲离迄个做客栈吼，客栈啊吼，客栈吼，等于讲咱讲的做客栈啊吼，哦。啊，后来吼，迄个所在，咱就改做病院咧，新生医院，喂，不是新营，迄新生医院，哦，新营迄第一间啊，南平啊，无新生医院吼，迄个拢是病院，哦，病况足严重啊，哦，啊有治好个啦，佫无到迄个高温，无法度喘气哦，无法度维持生命啊，啊，咱爱去迄个新生医院，三楼五楼遐，啊，咱用迄个呼吸照护中心哦来照。新兴啊！哦，哇、哦啊！你啊看，咱啊做迄中东表时代吼，到即满二十一世纪啊吼，当然经过千偌多年啊吼，人迄个当地的政府的人，哦，新政府的人就去做迄个做病院啊吼。哦，咱即满想讲，哦，迄、那个时代哦，从即个南部去到北部，吼、哦，用行啊，伊个省钱啦吼，还佫请人来请车来请马来个，无迄个钱人佫付出来啦，哦，我照讲吼，若做要去讲了这，哦，即等于要千里风明书来离家，离家毋是出走啦，吼、哦，要离家要远离乡要去学道个啦，吼、哦，要学道，安尼爱。爱离开迄个老母呢，哇！迄老爸足早着吼过身去了，吼安尼像遐老母安尼相依为命尔哩吼，哈若佫无伊咧照顾安尼要安怎？啊着爱去想迄个老母的后头厝吼，迄找阿姑，找阿姑帮忙吼，啊甲后头厝的阿姑啊吼，吼报告啦吼，哦啊即发生。一个事件嘞，咱若想阿姑敢会同意？嘿，哎呀，只要讲阿姑袂同意啦，吼、哦，他会同意讲吼，
哦，二家呢，就离咱阿久拢无无离无离老母身边迄只，哦，那会同意？当然无必同意啦吼，啊，如果咱若做，伊是足坚定的，绝对袂讲因为即个家庭课，迄个是家庭课呢吼，家庭课啊吼，亲情的考验吼，嗯，会阻碍迄个求真理的吼，求吼求真理修道的这条路。安尼要安怎好？咱有当时啊有理想，拢会拄着困难的，亲情的障碍，我是一种考验的。啊，人若做就是吼，意志足坚定，一定是要去吼千里赴名师啦，吼、哦、要去到湖北吼龙山寺，迄、那个官叫做啥物官？黄梅县啦，吼、哦。黄梅调，我捌听过。黄梅调，你知影看下面黄梅调哦，真出名哦。黄梅黄梅官吼，黄梅祖师就是五祖呢，哦，五祖那也黄梅祖师哦，迄个今日出世，迄吼出世来，哦来历啊，吼，佫有迄个故事的，吼，哦，好，哦，无简单啦吼，讲来讲去讲就是要求道，要学道的过程都无简单。啊，毋过即款一定爱过啦，哦，啊，因为啊，句个意思就是讲哦，你较刁难啦，刁难无爱互伊去啦，嗯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人若做着一定是要去，哦，一定会求嘛吼，表现哦吼，意志足坚定，安尼啊，拄着讲哦，啊无安尼啦吼，迄个就做门，做大埕遐啦吼，还是门口遐啦吼。一粒大粒石啦，大粒石头啦，吼、哦，讲拄起这个大粒石头吼，劈平伊，破平伊啊，吼、哦，啊无啊，绝对无同意吼、哦，要去到诶，只啊那远诶所在吼，要去方便事吼，要修行，哎呦，搁真正啊，上未到诶，晴天霹雳啦，吼、哦，好咱安尼，啊、哦，好时好日好日。啊，再会安尼，吼、哦，拍闪电安尼吼，讲雷打，讲雷安尼吼，讲竟然咧石头劈开咧，石头劈开安尼，阿姑敢有话安尼讲？哎呀，阮莫非是天意啊，天意啊，啊天意若搁阻碍天意，伊可能哪会惊啊？惊讲安尼，吼、哦，违抗天意吼，哎、哦，都会不祥下果吼，啊，都。什么效果不小，所以吼、哦，阿姑啊，我同意一句，千里风明书啊，万里游考骨啊，哦，咱若机会看下地图吼，咱、哦、这个台南的道清的迄，因的册叫做《天柱书局》，天哦，佫毋是写天地迄个天呢，写。一字清啊，青字个清，一字叫做气，阳气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气。啊，读个清呢，感觉听过。啊，有咱有迄本册啊，咱有迄本册甲看了，真、嗯、天，这应该是先天的。先天的气啊，啊，唔过，唔过艺术讲这天呢，通这个天呢，天柱书局啊，吼，伊有新的出版哦，加一个地图啦，啊，哦，这地图哦，画的一定是比吼较会较清楚的吼，啊，咱去。迄道清哦，哦，台南迄道清哦，人那有组团呢，组团去到迄、那个哦，光东遐哦，啊去六祖的故乡遐哦，啊去遐巡礼啦，去遐啊，你去地参访，做哦六祖的故乡啦，吼、哦，诶，做以前讲做啥物新州哦，吼、啊，新兴县吼，新兴县吼。哦叫讲伊应该是迄个做广东省啦吼，新州啊，后来就是讲有新兴县啦吼，啊，迄经文是讲啥物干新变法的吼，啊，伊来南海吼，
啊，南海加这个神州，可能是迄个大小的问哦关系啦吼。石矿乡一个大海南市啊，啊一个新营啊，啊一个下营啊吼，都像这种关系啦吼。啊，再讲离广州无外远啦吼，广州啦吼，啊那先去广州啊，广东省的省会哪里？广州嘛吼，五羊城啦吼，刚刚听过我家乡啊，五羊城吼。哦，啊，去广州，啊，另外再去哩到哦江西，然后再去哩到湖北、黄梅、东禅寺拜见五祖。哎呦，哦，这过程已经哦，讲行到是足辛苦的，去累累啊，天寒天快快啊，够忝的。这样一定是行足歹的啊，困困凊彩路边，还是去找看有啥物所在啊？哦。哦，见面安尼，哦，很难想象哦，辛苦哦，哦，比去开荒也较辛苦嘞，哦，毕竟呢，咱头先讲去咧开荒，遐汗蛮辛苦个，真无聊吼，吼，哦，安尼咱当做会扛起来吼，哦，真正都无扛起来。啊，去到迄个所在，哎呦，叫五祖公看无起啦，吼，五祖公看无起呢，看，看就安尼咯，吼，咱若从讲去无。外国开放啦吼，哦，有当时啊，你叫人去，哦，要安尼来往吼，啊，会受到人个尊重吼，嘿，那都无简单个啦吼，那有一，哦，一番个打拼奋斗个过程啦吼，嗯，有当时啊，听迄个开放个前言，转来咧讲吼，讲讲到话拢会足激动吼，哦，啊，就是了解讲个过程有足辛苦个吼。过程有很辛苦的地方哦。讲男儿有泪不轻弹啊，只是未到伤心处啊。不过未到牺牲奉献之，好、哦，苦根结甜果啊，哦，苦根会结甜甜的果哦。知道结了什么果了吗？做点传师啊，啊，做点传师嘛，哈、啊，还要继续努力的哈、啊，哎，有这个名位的里面哈，要、啊、扩大服务对象的哈，啊，孔子讲的是在讲来名正言顺的哈，有证明了的，更这做点单词哈，哦，对吧呢？后来讲千里后面书，万里求考官哈。啊啊，这个名师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名啊！吼、哦，这间人讲足出名，吼、哦，我是班第一个老师，够出名，叫做出名这个名师啦。啊，咱咧就中咧讲个名师，就是讲伊哩哦，明白真理啊，悟道啦、啊，有道啊，有领天命啊，有领天命，有领天命什么吼？天命名师，好、哦、的。他是安怎在五祖要传落六祖？以早都还袂大开普渡啊！吼、哦，迄个时阵算弘扬期啊！吼、哦，啊嘛是算遐单传独授啊！吼、哦，啊都不传两面啊！吼、哦，那一个人两，伊安尼两个人嘛，那四个字，啊不传两面，就是讲嘞，敢若会当两个人吼、哦，啊就是哦单传独授吼，单传独修了啊！啊，要传道吼，要哦，即、這个六祖嘛是爱讲三天半夜的吼，啊，啊，遐加些加位呢，哦，啊，袂使互人快呢吼。即讲传法就做秘密的啦吼，传、哦、法是秘密的哦。即咱了做像迄个西藏啊、西藏喇嘛教吼，因咧传法嘛是秘密的，袂使秘密袂使做啊人看。哦，传法都是秘密的啦。啊，那讲经说法，讲经说法公开的啦，哈、哦。有显有密啊，哈，有骗有密啊，哈、哦。哎，那你有了解吗？因为我以前较无了解吼，外界吼，诶、哦，批评讲咱唔敢往看的啦，哈、哦，佮唔知拢欢喜来伫咧做啥物代志。人咧传话是秘密，袂使讲快吼。哦，啊，若要搁讲到足歹听吼，咱就用讲
啊，咱啊带人去求道，带人去祈祷拜拜，头差不多拢是家己的老母吼，还是老爸吼，带家己的祖囝吼，啊去拜拜。啊，哪有可能讲老母带家己的祖囝去安尼做迄个代志，写死写情的，哪有可能的代志？吼，安尼，咱听会知影讲啊，迄种外口人乌白吹嘘，乌白攻击的吼。哎，传法吼是秘密的，袂使互知影吼。咱咧道中咧传传过嘛，迄讲有请大个咧吼。哎呦，迄百步内吼，拢有护法神的呢。哦，迄才会使咧儿戏安尼随随便便安尼记安尼讲咧，是毋是？这天道的殊胜尊贵吼，道尊德贵吼，有天命的殊胜吼。哎。好，咱即摆讲啊，讲即个经文来，伊讲有听到即个金刚经啊，就会当吼一闻经起吼，啊就心即开往阿弥陀佛讲啊，吼，一闻经起心即开往啊后壁讲来个开往，哦。哎呦，这个意思就不同了。
因为咱因为常常讲华信是有一个法师啊，帮忙这个人做哩吼，啊，人做后来，啊，做伊个师傅了吼，啊，比较方便了吼。好，即摆咱再来参考研究看卖吼，为这个广州啊，去到较北部啦，广东省的北部啦吼，北部靠近江西啊吼，因为我觉得这南华禅师啊，迄个三州，他们是韶州，听人讲有。袂记伫了哩吼，他们是韶州，啊咧讲经的所在叫大观寺，吼、哦，那这个，吼、哦，做大经的，这个是咧伫个大观寺弘法的记录啦，吼、哦，啊咧拢伫咧广东省的北部啦，吼、哦，广州以南部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接近那个香港、澳门那边啦，吼、哦，深圳那边，啊，那南华禅寺离较近。北边啊，南北边，啊咧，宝林寺是古早时代的名啦，吼、哦。迄古早时代就是咧庙寺啊，吼、哦。古名咧，古早时代的名咧，吼、哦。古刹咧，古早时代的庙咧，古早时代的庙咧，吼、哦。宝林寺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后来咱叫做南华禅寺，吼、哦。啊，我那个南华寺啊，吼，啊，那座吼，圆桌是那个大铁不坏，金刚不坏身哦，哦，那就是有供奉在南华禅寺内哦。啊，这照讲这个经看了吼，后来咱就了解讲伊啊，归讲伊吼是爱等于过家乡，等于广州的伊个过家乡呀，归讲伊。哦，啊，归讲伊。后来，他迁到伊个这广南华禅寺，伊迄个贵庙吼，咱迄经册吼，咱会当去参考迄个后壁第十篇来看吼。好，咱安尼有一点仔了解啊吼。哦，这个贵庙讲规二十外岁吼，啊，这个去到这个佛祖遐吼，啊，今啊见面了后吼。哦，还佫经过八个外月里，迄个灶脚做工课吼，还有在搬茶运水吼，挑啊担柴运水吼，无非是道吼，道在日常生活中，平常心就是道吼，担茶运水吼，无非拢是道吼。啊，我看咧看，看讲咧经文内底啊，我做个交代讲个。从因为去做厂啦吼，就是讲去迄个做去灶脚厨房啦吼。甲交代讲去灶脚厨房啦吼。诶，咁是自己做诶，啊自己，你唔爱咁带水啦吼。好，咱接下来因为咱回哦，左边啊，你看有好读三代啊，你看，迄经文可能有印象吼。五祖加六祖慧能啊吼，加慧能安尼讲到交代讲到这对应遮巧去啦吼，按这经文的指示下讲左草场去的吼，草场咱来讲是啥物？灶炕是插板啦吼，去做哦做一挂哦枯干的所在吼，哦，啊，何况一点都不了解讲这是左到底是咩样讲的吼。太阳左草场去，左可能因为东表时代讲话吼，因迄个习惯啦吼。咱即摆人讲话习惯是安那，对嘿，对灶炕去，朝厨房去吼，啊，吼啊个，是像我是安尼啊，是毋是真正安尼啦吼？可能是讲朝着吼，系对着诶往吼，往草场去吼，往柴房去吼，吼，往个插房去嘛吼，还是往厨房去嘛吼？啊，若要插房就是在化茶啦吼，还要打堆啊吼，好，迄个以前吼，迄切个吼，切个迄讲用迄堆啊，堆咱捌看啦，迄个想象一下，哦。即块叉土下底吼爱尖尖啊，啊，即摆去到
要一支叉，好，好，好，哦，啊，即摆还安尼打，哦，有无？啊，安尼打落，安尼，哦，用即个尖尖的，哦，咧摩擦，摩擦，摩擦那个稻谷啦，吼，啊，去那个稻壳啦，吼，哎，咱即阵看的人吼，伊早无迄个理解，啊，用啥物方法咧，将迄个车开，用迄车开甲脱落脱掉。当时讲用针啊，当时讲用针啊，我啊，当时一挂切啊，啊，放挂针啊，啊，即马过用另外一块针啊，安尼磨，安尼是毋是切啊卡袂落去啊？啊，那咱做迄个时代是爱讲哈，化茶打堆，打迄个堆吼，即打迄堆着爱许个呢，吼，啊，用即个针针咧接触你个稻谷，吼，啊，即马啊。打家嘛吼，打家非常好吼，上那个下，上来那个下吼，迄打偌济下呢吼，打一底下就看伊打几点钟尔都吼，啊，毋过若做工散散的尔啦吼，啊，啊，无遐体重无遐重啦吼，安尼免嘛，免嘛会当增加迄个吼重量会当吼，然后打击的力道才会大，讲下吼腰即只爱下一只石头啦。哦，钓这只个虾蕉哦，哎，话是苦的，吼，哦，哎，虾骨磨成会破皮嘞，哦，话是苦的，哦，哎，真正爱看看钓嘛，真苦的吼，八个月吼，安尼做迄个，讲世间人无爱做迄个工课啦吼，哎，一般人啦，像讲出家修行就是变哪，要去大殿坐啦。啊，听师傅啊讲，讲金刚经啊，讲那个心经啊，讲吼，还是啥讲啥物妙法莲华经啊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。一般人毋是拢安尼想啊，若讲出家就是讲去听师傅啊讲经啊。结果毋是个吼，爱先啥，先去做苦工，先做苦工就是咧烧佛灯。啊，那敢若讲，咱下六十岁啊，几岁？那是为了这灰，那会当听经闻法，研究经典，照讲应该爱看迄个根气啦吼。人个根气较好个，会当足紧个互伊研究经典咯吼。咱若人若做根气较好啦吼，八个月吼，啊了后就传哦，传座位哦，传。衣冠哦，得到衣冠，哎，所以讲啊，关键还是自己有没有肯哦，肯吃苦啦、耐劳啦哦，肯低心下去学习啦哦，啊肯，而且就是说自己智慧能够很高超啦哦，那自然就有机会哦，得到真传嘛哈，真传的话继承祖位的哦。好，讲到迄个，足无简单吼，会当得到伊歌吼，继续作为啦。啊，咱啊看经典有讲着，六祖吼，受着五祖安尼个，算做指点嘛吼。咱即摆人讲做名师指点吼，开窍吼，哦，啊传三辈嘛吼。啊，咱照讲吼，即，咱去听迄个。哦，江苏来点传书咧，各讲咧传啦吼，传完拢变咧指挥吼，得打开玄关窍相通啦吼，哦，我发现功德伊拢讲咧第一部分佛报啦吼，佛宝吼，点玄关啦拢一样啦吼，都一样啦，哦，啊口诀不一样的吼，口诀清凉起功啊，这是无量寿佛弘扬起也是呐。阿弥陀佛啦吼，哦，那即个白药起那五字真经的吼，五字真经的吼，诶，啊来所印的都无同款的吼，清凉起功单掌无量寿佛吼，单掌快乐，啊来到弘扬起功双手合掌，好，双手合十，诶，阿弥陀佛吼，啊到我们白药起是呀，手抱额头的吼。额头是像那个莲花的莲藕，莲，哎，是莲藕哦，
啊，你水底内底，啊，你土内底，啊，莲藕，哎，莲藕呢，吼，还有锁金，打打那个锁印哦，就像那个莲藕一样，是有没有？还有五百块，五百块莲藕，还可以发财呀，哈，你有练几只几只几只的，莲藕我练几只几只，哦。好，那个讲讲正悟是咧讲啥物话哦？你有主宗于正悟了，请问他正悟了说了什么话？何其自性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的，本自清净啦、啊，啊本不生灭啦，本无动摇啦，啊了心万法啦吼，是本意啦吼，咱以前听点当初咧讲人讲着。是本是哪是本？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呢？本不生灭呢？它本无动摇呢？本自具足呢？是本啊！啊，印堂是能什么？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啊！啊，本自具足呢？啊，嘿嘿。自性是本自具足啦，吼，咱这肉体或者是普天的吼，啊，就是讲迄个历代历劫轮回转世吼，有长男的、长女的哈，有的转世做男的，有的转世做女的，有的转世很高贵的富贵，有的转世比较贫贱的，啊，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习性呐，啊，到回五类根性啦。所以讲，咱咧修行讲诶，去医气，啊，改毛病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咧变化气质啊，吼、哦，变化气质。啊，然后搞咧讲就是讲诶，转八世成四智，转色成地呢，哦，转染成净呢，把那污染哦转成干净呢，吼、哦，要净化。啊，那伊世间人咧讲讲，这净化心灵啊，吼、哦，世间人咧话就是心灵改革嘛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儒家咧讲啊，讲啊，这格物致知啊，格物致知不是讲干那研究科学的道理尔，那是较偏离向外追求道理真理，应该迄种向内吼，向内内在心性，吼、哦，研究探讨，迄叫做。革除念头啦，革除坏的念头，是心路是种坏的念头，贪嗔痴爱是种坏的念头，致良知啊，哈、哦，那是哦，真正的格物致知哎，哦，哦，能生万法，哎，那你讲这是分不一的，啊，因为哦，我阿哩讲，人家叫来叫去哦，叫讲。真正无容易了解啦吼，啊，结果咱办不完的人啦吼，增加咱的吼，增加一些这个知识常识吼，咱今仔日怎样啦吼，会看经济有所看吼，没有这了解那个层次是比较低的吼，哎呀，好去。去查房哦，打茶温水，泡茶打堆，啊做苦工，上八个月多年，啊呵呵，啊了静哦，哦啊那得到迄个心法的精纯，皆是作为，那叫做正悟哦，悟本性啊，啊本自具足，本性本不生灭，本性本无动摇，本性。哎，还有哪一个？还有漏掉了。本自具足，本不生灭，本无动摇。本自清净，本自清净啊、哦。嘿，清净不生灭，无动摇，具足。难道本性能生万法？哦，安尼，哎，安尼有了解了无？这过程要很久嘞哈。那、哦、你看经书哦。刚刚足紧的，虽然到遮吼，其实迄个过程吼，还佫等于把老布施持行吼，还佫爱得到
啊，伊阁会闹有诶考验，伊管着通过。啊，搁伊阁去，他拄啊画啊，吼画有一个叫宝林寺，拄无？哦，讲爱先去到迄个宝林寺遐，可能讲有一有住伫遐住一阵仔啦吼，可能生意较吉利啦吼，生意较加人迄个刘志烈吼，刘志烈伊因遐个吉利啦吼，可能花费是另外是啥物啦？啊，后来当阁上北吼，上北去叫做，吼湖北湖北东禅寺的吼，湖北东禅寺的吼。哦，安尼刚讲上个时间嘞，因为吼，哦，阿个想想讲咱一般咧研究，哦，即、這个人做环境哦，可能较无容易了解到细节啦。啊，伫迄、那个客客店出来，听到阴公阴都有开门，啊，等下去找民宿啦吼，啊，民宿就是要甲印证。哦，水明书就是要印证、印证哦，吼，到底迄开悟是对不对的？要名师印证，有天命的名师印证哦。嘿，啊，咱讲印证可能会遐无了解，啊，咱若读迄个经文，有读个讲，自无活佛为传本体呀、啊。师师密悟本心呐、啊，啊，口传心印大法，口传心印吼，来大法啊，有无？有印象无？口传心印大法吼，有话安尼，口传心印。啊！毋过咱看迄个经册是写讲哦，为六祖讲金刚经的吼，啊，讲到至，讲到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哦。安尼，你嘛是伫迄个客店遐听迄个做，迄个客，人客讲读金刚经，啊，开悟应该是拢同款迄个所在咯。啊，毋过，咱头前只无写吼，头前只无写哦，迄、那个人客哦，念金刚经啦吼，啊念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哦，啊做心就开悟，无啦要写啦吼，有无？即第八页第一撮，敢若讲见一切上经，回流一文经语，心即开悟，吼、哦、有无？只无写哦。迄、那个人客吼、哦，念金刚经，啊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哦，六祖一个听了开悟，无毋是啊，才无写这吼、個，哦，啊，这着爱到迄、那个吼，五、哦、祖三经传法，五佛六祖时阵，为六祖讲迄个金刚经吼，啊呾讲到迄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哦，啊呾，哦，六祖。言下大悟，言下大悟，哦，哦，五祖吼为六祖讲迄个做金刚经呢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，哦。哦，啊，六祖那言下大悟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也讲了，这个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，好、哦，没有别的字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哦，那、啊、最后那讲了这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，哦，好、哦，那就是安尼讲，较讲的拢唔知这一句话叫绕道理，啊，浅显，咱。是本意的这个五是不是都很清楚呢？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啊！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，哎，伊怪在那种存在，底下那种动摇，
啊，当然讲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有一个清净的吼，不生灭的，不动摇的吼，具足了吼，能生万法。啊，华严不清澈的，好，啊，这个重点了吼，所以后学讲的比较多了吼，啊，让大家了解一下。啊，现在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无助？哦，因为这跟金刚经有关的，哎，五祖甲六祖讲的是讲金刚经啊，啊，可见这金刚经不是对一般普通人来讲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一般就请咱就要来参加金刚经的班哦，咱今日水经，咱副主任已经把迄金刚经拢讲完了呢，啊，要来听的人无真呢，所以我讲个大兵器的人啊，吼、哦。佮讲个大经起个人，大经起个人听个吼，金刚经个人讲个大经起个人听吼。咱吼真爱听，方点头先咧讲啦吼，有讲到这个无量啦、无相啦、无住啦吼，啊，跟咱做大经，因为三无嘛是。我是来自于《金刚经》啊，哦，无念为宗啊，哦，无相为体啊，无住为本啊，哈，哦，教功哈，教功这个宗啊，这个体啊，这个本啊，应该是拢相通的啦，哈。啊、哦，宗就是根本嘛，吼、哦，刚才主宗就是我们的根本嘛，吼、哦，哎，它根本就是体嘛，啊、哦，那一哦演变出来的这用嘛，吼、哦，然后就讲这个点风这个体，啊点啊，哎呀那拍的产生那个风的力，那个用，哦，啊那来去参加这个经班又讲到这个，哦，因。原心吼，原心以为气啦吼，当机无啊，有气之用啦吼，有气之用啦吼。啊，讲到三十福，用一国当机无啦吼，有气之用啦吼。讲到车轮啊，车轴心一定要有一个空啊吼，然后才有办法有那个车轴可以穿进去固定的吼，然后才能够车轮转动的功用啊吼。嘿，你在讲那个空？空了、啊、哈，跟那个空无了哈、啊，哎，到底叫用空无了哈、啊，空无，它来一个用哈、啊，有那个无，跟有那个有，那啊无是空无是那个体，啊有那个器具是用，那个有功用哈、啊，好、啊，那这个到底经的还有在经空，在做当经哦，啊做我的功就无边为中啊，无相为体。无住为本，哦，啊，这金刚经上最重要就是这啦，讲应无所住是心即心，哦，咱若听有前面咧讲，伊就讲有空有无二，空有无二，哦，哎，有迄个体，啊，佫会有迄个用，安尼来讲。完整的产生作用啊！啊，咱看这个《大藏经》内底讲的这个三无是它的思想的核心啊！啊，这个对《金刚经》来的啊，《大藏经》的这个强调这个般若妙智的，这就是拢对《金刚经》来的啦啊！啊，这个哦。佛陀吼开悟了吼，啊，讲对众生吼恭敬说法吼，啊，咱我听过讲五时说法，啊，我听过五时说法，啊，我听过，华严的吼，华严时，阿含时。多少时间？
天尾，我天就落去了。我咧领因厝边的人看，看地上有落去了。我阿强是因为讲，迄个佛陀吼，伊咧菩提树下吼，啊，要坐是用咧悟道啦吼，啊，伊咧有我。咱咧照讲应该是讲农历十二月七八，吼，较个印象吼，农历十二月七八，吼，啊，迄个做黎明啊嘛，黎明就是阿个天光的啊嘛，黎明是阿个天光的啊嘛，啊，咱若看迄星，就讲寥落晨星，天气较好，吼，迄较无光害吼，还可以眼边还有看到那个吼一些星星啊，吼，寥落晨星啊，吼，哦，那就是。眼睛看的那个晨星，哦，嘿，聊到晨星的功来听隔壁的众听，我是有一位老公听，他讲的聊到晨星，哦，阿得获得的是呢，哦，黎明，哦，阿得天光了，天未亮，阿黎明的时候，看着远方天上那个，哦，寥寥无几的星星啊，望望那个星啊，结果开悟了啊。好、哦、啊，且要先讲，爱睹明星，爱看明星。哦，那我切个该睡功的是黎明了哈。哦啊，还没有天亮了哈、哦，看着那个明亮的星啊，开悟了哦。啊，我阿个听到你嘛，听到恭喜。得几位？得几位？甲帮忙呢？燃灯古佛了，燃灯古佛哈。哦帮忙的人哈，圣者公燃灯古佛度释迦牟尼，那我讲对燃灯古佛，哦，一睹明星，然后悟道了哈，腊八了哈，腊八作业的腊八，十二月八号啊，农历十二月八号啊，黎明的时候开悟了啊，佛陀开悟了哈，那农历四月七日是出世了哈，我难办，哎。唔知有咩叫供电哦，叫咱哦注意啊，啊校正一下。五时算话也是讲了天台宗啦、啊、天台地价台书哦，浙江有天台山，啊，咱台湾的天台山里底咱放在六龟神威天台山，高雄六龟神威天台山，好、哦、一贯到大道场。啊，那咧，大家咧讲天台山智者大师，浙江省天台山，哦，天台地价大师，从咧佛陀咧当经说了个讲叫做五时说法，五时尊啊吼，五时期啊吼，有叫做华严时啊，可能啊，佫一个方广，刚刚听过，啊，好好来印象。方圆寺、阿含寺、方广寺，哦，打开我的时阵讲的经典的境界，哦，足深的就对了啊！哦，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只因啊妄想执着了，不能证得了，妄想啊执着了啊，就是迄啥人相、我相。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吼，其实咧内底包括执着跟分别、执着跟分别。啊，那妄想咧，妄想就是贪嗔痴啊，贪嗔痴咧三毒咧、三动咧，吼，地狱的三条根啊，要讲三条根就是贪嗔痴，吼。啊，那要讲五条根咧，讲做财色名食困财。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哈、啊，你讲五条件就是财、色，啊，这世间人不是拢追求财色吗？搞偷鸡话，不是拢都去求色吗？哈，怎样修行努力啦？吼，财、色、名爱要做什么大个嘛？吼，食，吼，困，哦，这讲个就第九个五条件呢，看外科嘛，吼。啊！那你讲我恶毒恶势五浊，哦，这混浊的，这污浊的，那五个浊是哪五浊？酒、
色、财、气、烟啊，就是财、气、昏，迄个是五毒恶势，五种污浊，那为拢会搞混的吼。来，我们华严啊，还观华波罗华华内观世。一个开始的供应吼，最高最凶吼，咧道理啊，啊唔过啊不相应的吼，讲因为众生的境界很多都不相应，取高和寡啊，我们不讲会取高和寡啊，所以后来呢，对于个基础的吼开始讲，即阿拉含就是较人间的道理啊，他对于较基础的开始讲吼，开始学开始学，不过。啊，嘛是爱注重六六道万行的智慧嘛吼，六道内底迄智慧嘛吼，智慧上重要的，所以这个法界就是妙智慧吼，法界就是妙智慧啦，般若就是妙智慧啦。啊，般若在听你讲，那在他后头做般若的机关，啊，在法界那他做般若的。即予咱着听迄个教界咧讲个，话在十方般若个哩。啊，像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，咱拢读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太后人读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讲吼，偏偏咱咧念迄个经个声吼，啊音话无共款吼。啊，不过咱拢习惯拢听讲个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刚才啊，我来讲啥？阿耨多罗，好，阿耨多罗，太好了，读个阿耨的机关。咱一般咧听，就拢听讲阿耨，啊，国语是哪个？哪个是？一是哪个？是哪个？咱会搞混的。来，全贤智帮忙的，这样对吗？台语的阿耨，啊，国语的是阿耨。安乐，无同款咯，即有咧台语的输入法，闽南语输入法，闽南语输入法，啊，咱会当注安尼，注阿念，可以转换呢。你把它输入以后呢，你要给它电子邮件，让它把你同意，那它就把那个。弟子规啊，三字经啊，大学啊，中庸啊，你给他的那一篇文章啊，他就给你那个闽南语的罗马拼音字啊，那一字就是音译啊，那音译读出来，音译读出来是哦，音译读出来是咩吼，阿妙，音译读出来是阿，音译读出来是妙，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啊，无相正定正觉。所以这个大智慧，有这个大智慧，才有法度人得到这个无上正定正觉。好，讲这个《法界经》哦，讲二十二章啊。哦，那一般讲佛陀讲经说啊，四十九章啦吼，一般会讲完啦，讲完的啦吼。四十九章，啊，《法界时》就讲。法界经六百多卷的六百卷，吼，迄个卷印象啊，唔系六百多卷的六百卷的吼。哦，讲遐济呢吼，讲二十二章，可见重点就是妙智慧法界，吼。佛陀呢，重点就是妙智慧法界，吼。智慧是六道的范畴，六度万行，六度有布施啦、持戒啦。忍辱啦、禅定啦、精进啦、智慧啦，吼，人咧有印象哦，布施啊、持戒啦、忍辱啦、精进啦、禅定啦、智慧啦，吼，这六道啦，吼，道就是要
要克罗宾呢，克罗宾就要倒起干嘛吼？啊，要离开这个生死的这个花，到迄个超脱生死的落迄个彼岸嘛吼？唔当叫做道。啊，后迄个车写道无经呢？你若看迄有经的车，有写道无极。嘿，啊，迄写道无极的，那意思嘛是要讲迄超脱生死的落去啊吼，到迄无极的天啊吼。我发个想法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法界经内底，法界经内底精华就是什么经？或者经典那功德完全的说了吗？啊，它的核心，它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经？金刚经。啊，金刚经再浓缩变什么经？心经。心经呢？那么讲起来，讲心啊，要遵守的那一条路叫心经。其实这个心啊，那是一个中心，佛法的核心，佛法的中心。啊，咱道行有一个道中心，吼、哦，中心就是最重要的吼、哦，最重要的地部分。所以啊，金刚经啊，佮浓缩变心经。啊，心经有那个无上咒、无等咒。请问前贤还记得叫什么吗？揭谛、揭谛、婆罗揭谛、婆罗僧揭谛、菩提萨婆诃，有无？有印象无？心经念到后来就是咧，大心咒、大明咒、是无上咒、是无顶顶咒，令除一切苦，真心不离，故说法界婆罗蜜多咒。即说咒愿，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哦，对不？哎，心经哦，最后那个无上咒呢，无等等咒呢，哦，大神咒呢，大明咒呢，哦，那不是说咒语就不好了，哦。这心经明明都写着无上咒、无等等咒、哦、大神咒、啊、大明咒、无上咒、无等等咒、哦、没有比它再高等的、哦、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啊！佛陀讲不打诳语呀、啊，啊，出家人能不打诳语，不能诳骗众生的嘛？那佛陀当然不打诳语了、啊、哈。能除一切苦，啊！众生最苦的是肉体的苦，还是内心的苦？哎呀，是这个心呐、啊，苦的根源是那个心呐、啊，不是那个肉体呀、啊，哈哈，嘿，啊，医学界啊。那说法说人断了气以后，那先告脑死还是死亡？啊，其实啊，从佛教来说啊，说人的那个灵魂的作用还在的，那灵魂的作用要低的，好，还七七四十到当了，那去投胎转世，哦，啊，安尼这段时间你的灵魂要待的，这七十啊。七七四十九天来，这伊个灵魂，你要带到底啊？神主牌啊，神主牌啊，吼、哦！哎呀，念一个神主牌呢，哎，那不是讲我变做的呢，那不会道理，哦，会当，哦，了解一下吼。咱安尼研究道理嘛，是要配合迄个灵性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灵性嘛，是对祖先的这种的。哦，就叫为敬，吼、哦，孝敬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那知影了吼，七十四十工，到将来去做工丁呢，啊，做工丁补数呢，补偿呢，帮忙，哦，帮忙呢，工归工人呢，啊，那讲咱有咧修行哦，讲唔免七十四十九工，哦，会当足早足紧，会当方便去到，哦，咱咧讲诶，哦，极乐世界是爱先去到弥勒祖师。弥勒祖师那个吼天宫吼，这多帅的那院，咱也有参考哦，咱有讲说是有参考嘛呢？
是去迄个多帅内院咧吼，啊呐，袂入侵台湾的是伫个外院哦，啊，佫有男女欲望啊，无食素食，无穿口服吼，伫个外院哦，外院，啊，内院要成活比较快嘛吼，哎、欸，啊，你讲个恶劣症吼，挂咱这个世间啊，特别恶较紧，啊，讲啦，人规空伊无迄个肉体嘛吼。啊，无迄个地心引力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要学那个礼节啦，吼，作为一位，哦，明明上帝是靠手，哦，说那个动作很难呢，要跪下去也很难，哦，要头要低下去也很难，哦，要跪靠手都很难，因为它漂浮啊，呵呵，所以啊、哦，爱讲锻炼的世间哦，会比较。较紧啊，较简单，较紧就会好啦吼。真正吼，这个道理太了解了。哦，讲了有可能较复杂啦吼，啊，有可能无遐简单啊，随听。哎呀，佛陀为什么要来人间讲那么多的道理啊？要救度众生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众生有智慧就好办了嘛吼。啊，是安怎才会地狱？到底是去了啥物暗坑？智慧跟什么是相对的？智慧跟那个感情啊、情绪啊相对的哦。感情情绪重，智慧就比较欠缺了哦。啊，世间人是拢哦，这个亲情、感情哦，啊，各一种情的哈、哦，很多种的情哦，哦，考验啊。啊，咱常常听到的就是啥，情加爱所，咱常常听到的是啥？啊，迄、那个时代交咱即阵无啥像啦。以前的时代讲拢就是安那，爱离家吼去修行，哦，青阳亭嘛是离家去修行，红阳亭嘛是离家去修行。那、啊、我们现在白阳亭应该是在家修行。啊，那要怎么办？哎呀！齐家，齐家就是讲爱大专家拢爱做修啦吼，大专家拢做修，哦，安尼这样比较不会说是全家爱受，哦，反而是要全家都要修行，哦，无简单嘞吼，全家修行，哦，说来简单，那实际上不简单哦，你看法想法，根基都拢无共款，哦，嗯，哎。啊，直接好看，那个给小编读了哈。无念不是都没有念佛，不是正念哦。我们哦，应该有的那个觉悟的那种状态，觉悟的那种状态啊，哦，嘿，它无相，实相无相哦，实相无相哦，是相无相的哦，微妙万分的哦，不离分支哦，微妙万分。哦，你看，佛陀要度那个迦摄尊者，他不就是用莲花微笑的吗？哦，佛陀拿着金陀罗花，他在那个两眼之间这样转啊转啊转啊转，阿弥陀佛，那十大弟子哪一个破颜微笑啊？会心的微笑啊，迦摄尊者哦，哎，你看，这个就是禅宗呢，禅宗的以心印心呐、啊，哦，心心相印呐、啊，哦。有所领悟嘛？这个叫禅宗的开始呢。迦摄尊者就是禅宗的初祖啊。哦，阿难，后来那那个方圆中师就哦，迦摄尊者嘛，阿难尊者，阿难尊者哦。他一般呢，他叫阿难尊者哦，无著的哦，亦无所著，以心为心。嗯，前学问我们得了名师一指点，说要先得后修啊、哦，先得来看啊，功德这解悟了，然后后修，哼、哦，那我做一空去照他，他把那这空干，啊，那咱就卖修板凳啊，修板凳会感觉辛苦，哈、哦，啊，迄嘛是像咱做安尼，伊去照他图，他把那修空干啊，这空干啊。然后境界啊，境界成
哦，程度达到那个水准，然后得到哦名师一支天哦，他继承职位，成佛做主哦。能够的这先地基有心呢，前邪的龙就是所谓的先得而后修哦，所以呢那一个龙就修半道呢哦，那个龙哦学道修道半道哦，学修将半行哦，学的学道，修的修道，将的将道，半的半道，行的行道哦，学修将。半行哦，他希望能够成道哦。啊，忏悔忏悔哈，但是要讲咱的佛法主义的时候，慢慢啊，会讲较济。啊，他只要咱较济时间安尼，哦，啊，且多多用拜哈。啊，即卖来佛法吼，想要来读这个大义啦吼。哦，咱来看这个经文哦，讲这个大义啦吼。虽闻啦吼，客上何经啊？客观金光经求问，这字福哦，功夫这个福，啊，再读这个求，哎呀，这个求就是讲再度啦，吼，再一次啦，再度啦，啊，那这福就是恢复功夫的福，意思不同款啦，吼，所以读这求啊，求问，我带你看啊，问啦，吼，求问，问就是较哦，白话音啦。那那文了，这读册音文言文言文文言文啊，文言音哦。从何说来啊？此处经典，客文我将寄酒哈，不赔钱嘛哈。啊，外观东向西来，其实我做佛经百书的必注啊。文人一千有余，哦，我个比中礼拜听信出经，大书相款经俗经啊，他们慢慢来个心哦。人一般讲老生入定，那后老生入定很淡定，如如不动。老生不是的，生活以伦理那个生啊是。出家的那个僧呢，高僧大德那个僧呢，老僧入定，一再出家了，然后让我们做禅，然后入定，老僧入定哈，僧啊，哎，僧就是出家人哈，他来熟哦，在家有妖魔社、妖魔友的时候，低俗男、低俗女人哈，哎，但持金刚经。即就介绍得了成佛哦，啊，这人就比啊，三岁就做明心见性，啊，即摆来想看，这人就比人来想看，明心见性，感觉无容易了解吼，啊，你看拢解释讲做啥，悟道啦，悟得到的叫明心见性吼，哦，啊这，来。个人领悟的都不一样哦。从那个字来解释的是，公要视我们的本心哦，看见我们的本性哦，不是本心啊，啊，好啊，无言啊，来见主本心，见主本性哦，哦，啊，见主见性哦，一定要先说。我那个想法是讲啊，咱啊，受明书指点哦，他这边有个明心嘛。那个经济较好，哦，就讲要食素食啦，哦，要修行要办道啊，各位真人代表，咱知影那位是倒一位咯，哦，咱的单仙人啊，哦，受名师指点，咱讲求道得道了，讲到要食素食安尼，要修行安尼，伊来本来讲会食荤食酒的。哦啊，那求得了安变化，那大差是，哦，那是不是根基足好的？哦，那就讲名师一词嘛，那哦，点醒，哦，点醒。那世间什么一语惊醒梦中人呢？难道名师一词点到惊醒梦中人？哦，啊，悟了父母为什么以前的本来面目？哦，
好，安尼互我看，啊，咱耽误真侪时间哦，啊，讲唔起个所在，啊，请咱哦，社会主义写较侪哦，啊，咱啊，明仔日若组长啦，国会前言啦吼，甲方方吼有机会，多多啊去请人吼，啊，总是要学习吼，啊，袂无法度咱保证讲拢讲拢正确啦吼，有当时啊想安尼讲出来，有去无共款个吼，所以请谅解吼，啊，感恩主义，谢谢。Thank you.